就大家好，继续我们的移动打车 APP。我们上一节课呢讲了一下实现移动图钉定位的这个功能。我们今天主要讲是增加地理搜索，就是我要去一个地方大概我想看一下它在地图上的一个什么位置，然后这时候就需要一个用到的一个POI search，叫 POI 叫什么呢？Point is instead 就是说。感兴趣的一个兴趣点，我们看一下，首先看一下它的一个文档，这是point interest，就是兴趣点，就是我们感兴趣的要搜索的一个地点，然后我们这里边设置这个变量，然后设置一个搜索的结构体，然后我们就调用搜索，搜索完了之后呢，它有一个回调，这里边就是搜索的一个结果。它这里边有经纬度，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地图上，在这里边进行在地图上绘制出，我们要搜索的地点的一个坐标点。好，其实就用的 point search，这是这个搜索的结构体，处理相关的一个代理。好，主要是这些，我们开始我们的一个编码。在它的例子中呢，在它的例子中也有，百度提供的 demo 里面也有怎么用，我们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大概的一个，这里边有一些，怎么使用的一个说明。好，我们就按照它这种说明，我们就可以开始我们的今天的一个，编码工作。首先，我们设置相关的一个变量，这里边。哇，POI search 叫 BMK POI search，然后呢，我们进行一个初始化，在百度 Map 里边，我们在相关的文件里边呢进行一个初始化。好，这里边有一个。POI search BMK BMK POI BMK POI 再看一下POI search 看我们有没有写错啊。然后搜索了之后呢，设置完之后呢，我们这里边有一定要记得有一些代理，在 VLP 啊，这里边有一些代理，我们先编译一下。然后在这里呢，这里面有一个代理，search delegate itself POI。Search, get, name，然后实现相应的代理。这些代理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写在，应该可以写在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上次讲的这个 T 里编码，都写在我们这个 map 类里面。Instance。包括我们的 BMK search。search 来看一下它的一个代理它这里边只需要设置上一个就可以了。看一下，编译一下，to BMK 有一个 BMK poll search。它这里边不会自动的一个提示，OK search POI delete 我们编译一下，undeclared tab，我们把它
写在这里试一下。BMK search，看我们这里写的对不对啊？BMK search，哎，search，啊，BOI search，看我们写错了啊。写在这里啊，写在我们地图的这个扩展里边。好的啊，写完了之后呢，我们看一下我们要搜索的一个push option。比如我们在这里边定一个，我们 say 啊 search POI option。这里边呢，就是我们这个啊要搜索的一个信息了，一个结构体啊要搜索内容呢，这个可以当参数传进来。我们为了方便演示，我们就写死一个地址，比如 city 比如我们定一个 let hop 等于 pmk city。search option 这里边有一些索引啊，我们就直接可以简单的写，大家可以其实原理是一样的。我们名称呢，我们写一个，比如我们写北京南站，或者看一下它的例子上啊，它这里边有一些小吃，它是搜的一些关键字。我们搜索的是一个地点，我们就写北京南站。然后呢，这是我们搜索的这个城市啊，搜索的是城市，然后搜索的一个关键字，这是一个关键字 option 加 key word 北京南站。城市呢，我们就选北京，然后 search point 呢，我们就开始搜索 P O I search 看一下它的啊 P O I search in city option 它这里边。包括它的网站上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官网上啊，这是Page Insights 可以只写关键字啊，可以只写关键字，然后也可以写上我们的一个 city。好，这样就搜索了。我们这个函数可以改一下，叫 do search do search POI。好的，然后我们就看它的一个搜索完了之后的一个回调函数。这是 get。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写一下啊 ,back on get POI result。这就是一个搜索的一个结果，如果搜索出来，我们就把它加到我们的一个，加一个，annotation 一个注释，比如我们把这里边改一下，首先把地图上的 remove annotations。这里边就是 map view no 把它先清除掉，
清除掉之后，如果它是成功的，if error 啊等于 bmk 杠 search no error，然后 else 就可以写一些，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里边的这个 error，啊叫 error code，看一下是不是 error code。啊，error code，失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啊写一些失败的信息，else，然后这里边呢，我们就可以啊进行一个兴趣点的一个便利了，数组的一个便利。下啊，然后我们可以添加，同样的按照它这个，ns 啊，我们可以定一个叫log。A S 叫 A N N O T A T I O N S，这里边我们就定为空，然后它里面的变量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 B M K point notation。看一下我们的一个。cannot used。看它添加的是我们的一个 item，我们这里边的 item 呢？啊，我们这里边写错了啊，其实应该这么写的。这个定义数组，大家要对这个基础语法要进行一个熟悉。啊，然后我们就进行一个，这里啊，进行一个便利，for int i 等于零，i 小于 result，这里边有一个 result，叫 point result 叫 poi。list info list，然后 i 加加，然后把这些兴趣点兴趣点来取出来这个不是这么定义了啊，我们可以直接用。然后呢，list count。bmk poi info 这里面我们习惯了 OC，我们一定要习惯Swift 的这种语法。poi 等于 result poi result。直接写上我们的这个索引，取出来之后，然后我们再定一个item，bmk point notation，进行一个初始化，然后看看它参照它这个例子，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 term 的。coordinate 等于 POI 叫 call，看它有没有叫 PT，
然后 item 点 title，等于 POI 点 name，然后数组里边 functions 点 add。NNO 啊，这里边我们就该有 insert，然后把我们的 item 加上，这里面就是 i 了啊，这是个索引，啊，这里边我们运行一个变量，常量。好，添加完之后呢，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看它这里边，参照它的 list map view 啊，map add map view 点 add annotations no 数组，然后 map view show。啊，这里边 show 它，然后动画显示。好，我们这个这样就基本上搜索出来之后，把这些信啊这些标注加上了，标注加上了。看一下我们这里啊，做了一个。啊，记得我们在添加这个标注的时候，它有一个啊叫一个相当于这个函数。啊，相当于有一个啊，view for annotation 生成标注的这个 view 啊，生成标注的一个 view，我们把它搜一下。好，这里我们的这个标注是用啊图片啊这个 cut animation view 的啊，其实可以用它这个。啊，看这里边用缓存，啊，先用的缓存，然后再 pin，啊，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啊，设置它的一个，啊，偏移，然后能不能拖动，我们运行一下，看一下效果。好，啊，我们现在还没有调这个搜索啊。比如，我们找一个事件来调用一下我们这个搜索函数啊，do find。比如我们点击我们的，我们找一个事件，找一个切换，比如还有就是。或者我们切换的时候，或者我们直接加一个响应的事件，我们在这里加一个，先定一个这个响应，action。我们直接在这个搜索上啊加一个，然后把它的变量改一下，排查 inset 啊，我们在其他的地方呢就可以在这里输入啊。原理是一样的，我们输入用户输入，然后我们点搜索。这里边我们只是写死了一个地点啊，这其实是可以动态变化的一个名称啊，我们搜索的内容是可以动态变化的。好，它的变异，我们再回顾一下我们的这个课程啊，我们增加地理搜索呢，
只要添加这个兴趣点的搜索，然后它搜索的时候需要一些参数叫 option，city search option，啊，搜索完之后处理一些它的一个代理，然后代理里面我们就可以添加在地图上添加我们搜索结果的一个标注啊，标注。好，我们添加一下。好，看我们定位到这里边，北京南站，然后跟北京南站相关的这些关键字。啊，这北京南站停车场，这里边还有一个北京南站南广场，然后这些地图上都会在地图上搜索出来，然后标注出来。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内容，就是用户来输入关键字，然后在我们地图上进行一个标注的一个展示，然后点击这上面呢还显示相关的一个信息。啊，好的。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谢谢大家。